看一看突然很想哭，插画家画出大家平时不敢说的话。日本插画家 Abe Godo 六非常神秘，他没有透露太多个人的讯息，只是在 Twitter 上说，我是一个喜欢化学的普通人。但看过他的插画的人都明白，他并不普通，反而思想深刻。Abe Godo 六擅长将那些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感受用画作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他的作品往往很伤感，也很残酷，强迫人们揭开生活温柔的假面，直面血淋淋的现实。他的作品色彩并不丰富，就像情绪中的灰暗面，偶尔出现的红色触目惊心。他的每一张插画都在讲述一个故事，但这个故事并非属于某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。
Avogadro 六在 Twitter 上有65万多名追随者，还出版过2本书。那些人们埋在心里不敢说的话，都被他画了出来。在科技发达的现代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，但那些压力、迷惘却被藏到了内心更深处。看完 Avogadro 6的作品，你不会觉得畅快、舒爽，却会忍不住思考人生。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偶尔反思一下，也许会有不同的收获。